水果聊天室。大家好，我是机器人。警长哥哥，来，红包给你。哎呀，给我红包，里面装了什么？里面没装东西呀。哎呀，那你给我红包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店长哥哥把里面装满，然后再给我喽。你是机器人，不需要红包，小朋友才需要拿红包。啊，不行吗？我也是小朋友啊。小朋友们，快过年了，是不是很期待拿到红包呢？红包里除了装钱之外，还可以是什么东西呢？说说看，大家拿过最特别的红包是什么？或是红包袋的样式很特别，都欢迎和我分享哦。给你，小红小朋友。耶，谢谢店长哥哥，开心开心开心。